今日这茶有股酸味，但无妨，正合本王今天的心情和胃口。在下的口味与殿下相近，所以在战场上，你我总是配合默契。在战事上，将军高瞻远瞩，杀伐决断，即便没有本王，也能够轻易取胜。至于朝堂上，我也希望将军能够审时度势，明辨是非。 与我并肩同行。可至于其他的事情，若是将军看上了本王喜欢的东西，那将军出手时还是谨慎为好。殿下教诲的是，但是在下觉得，这喜欢什么，还是靠缘分，不由自主。